亦可得闻乎？祖曰：既会三身，便明四志，何更问耶？若离三身别谈四志，此名有志无身也。即此有志，还成无志。复说偈曰：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圆净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若于转处复留情，凡心有处那加病。